Thank you.
Thank you.
全友们，大家好。现在我们对杨氏太极拳传统套路85式做一个较全面的系统的讲解。大家都知道，杨氏太极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，它里边包括了徒手的套路、太极推手、桩功、器械。那么徒手套路是整个太极拳系统当中最基础的东西，那么在徒手套路当中，我们大家可以得到多方面的锻炼，也就包括了我们从平衡性、稳定性、连续性、均匀性。那么要想达到这四个方面的要求，我们每一个动作做的必须要规规矩矩。那么我们套路的从头至尾的这种连绵不断，要通过这几个协调、稳定、均匀才能体现出来。那么我们这次对杨氏太极拳传统套路85式，从它的套路演练到它的进路进点以及它的技击手法，做一个全面系统的讲解。首先我们讲无极式，也就是预备式。无极式是整个太极拳演练当中最主要的部分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我们大家在进入太极拳演练之前，一定要把自己全身放松入静，进入到太极拳演练的准备状态。那么这种状态就从太极拳实要当中大家去体会去理解。首先左脚向左打开半步，两脚平行，两脚平行与肩同宽。那么上身的姿态一定要立身中正，虚灵顶劲虚灵顶劲，含胸拔背，松肩坠肘，松腰胯。那么我们从侧面看，太极拳的无极式也就是说准备的动作，是为了让我们在演练太极拳之前进入一种放松入静的状态。放松就是我们练习者从精神上放松、肌肉上放松、骨骼关节上放松放松之后全身有一种舒畅感。入静就是我们思想杂念要去掉，要专注到练拳的这个整个事件当中来。所以无极式是很重要的，希望大家不要忽视无极式的锻炼。无极式本身也是一个功法，叫做无极桩叫做无极桩我们可以就用这种起式，也就是无极式的准备动作，两眼微闭，进入到一种
站桩的状态当中去。下一个动作，太极起势。太极起势，在放松路径的状态下，两臂从身体两侧徐徐向上领起，起的时候好像从水里把两臂抬起来，两臂抬至与肩平的时候放松向下缓缓落下，落至身体两侧，食指上翘，掌根下按，然后食指再向下微微用力伸直放松。那么这个动作的要求啊，是我们在两臂在提起的时候有在水中将两臂提起的感觉啊，比如我们大家站在水中啊，水有这么深，那么两臂要提起来的时候要冲破水的阻力啊，冲破水的阻力向上，两臂要伸直，不是这样啊弯着抬起来，而是直的，这时候呢就需要用腰力和腹力啊，就是丹田的力量啊。从侧面看起的时候，臀部和腹部都要微收，腹部微收，臀部微收，两臂缓缓提起。提到与肩平的时候，缓缓落下，像在水里把两臂缓缓放下，放置身体两侧的时候啊，身体两侧的时候，食指要上翘，掌根部分向下按，然后食指向下微微用力，这时候呢我们大家会感到你的手指发麻发胀啊，发麻发胀，这就是我们太极起势，就是我们大家进入到一种啊准备的动作啊，也是准备状态当中去。好，再跟我做一遍。两肩放松向下。好。收腹收臀。向上。掌指向前伸直。徐徐下落。通过水的浮力和阻力，两臂落至身体两侧，掌根下按，掌指上翘，然后食指向下稍微用力，这时候感到手指发麻发胀，放松。下一个动作，揽雀尾。揽雀尾是两臂从两侧徐徐提起啊，和起势一样，提至与肩平，两臂放松，徐徐下落，落至腹前的时候，掌指上翘，两掌向下微微下按，然后两腿微蹲，两臂左手在左侧，右手在身体的正面，也就是在你的胸前，左手掌心向下，右手掌心向内。好，我们再来做一遍。起，落
落至浮前，两掌微微下按，两腿微蹲。这时候一定要收腹、收臀。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大家要注意，膝盖弯曲的时候，不要超过脚尖，臀部啊，不要挺起来，收臀、收腹，向下蹲、微蹲。从侧面看，啊，接下来重心移向右脚跟，右脚尖向外摆45度，啊，右脚尖外摆45度，右手缓缓的变成掌心向下，左手缓缓的变成掌心向内，右手向右画一个圆，画一个圆弧。身体右转，左转，左脚虚啊，虚脚，以右脚支撑全身重量，把右手放在左小臂的内侧，左小臂内侧，然后左脚向前迈一步，脚跟落地。这时候左臂是一个圆弧形的膨状，右掌放在左小臂的内侧，左脚一边下落一边内扣45度。这个动作叫左膨式，左膨式。好，左膨式的动作，它是由正面向右旋转45度，右手画弧。这时候，此时腰又转向正面，左脚向正面迈出，脚尖一边内扣一边下落，成为左膨式。好，你做一遍，起，好，我们这个动作的它的力点啊，在左臂的整个小臂到手掌，这是膨劲，向外的膨力。右手是向下的踩力。那么这个动作的它的劲点在整个的后背形成一张弓啊，一张圆形的弓。那么力量呢，在这个位置膨起来啊，收腹、收臀、臀部，这个步法叫做侧弓步。那么侧弓步，两个脚的脚尖同向45度，同向45度，从左面转向右面，啊，转向右面。这时候一定要松肩、坠肘，膨劲要好，膨力要出来，啊，右手一个踩劲下来。好，现在我们讲这个动作的用法啊，现在我们讲这个动作的用法。好，现在站起来，你站好啊。现在假如对方用右手向我打来，右手，那么我的右手是一个膨劲，这时候向左啊，左手抓对方的右臂，重心向右过来，然后变成这样的动作。那么为什么我们是在落的时候一定要扣左脚呢？扣左脚的目的就是，如果假如对方是两手按着我的左臂，如果我要是硬向前，这就是啊有顶劲儿，双重顶劲儿。这时候我利用我身体的旋转，把对方向前的这种按力破掉，一个旋转劲啊，扣脚。现在啊，如果是这样向前硬顶啊，用硬膨，它是一个顶劲啊，就是从我们太极拳的理论来讲是双重。那么现在我利用我的
脚跟的旋转带动腰部的旋转，带动上身的旋转，形成了一个旋转力啊，把对方侧转出去啊，一种侧转出去啊。所以呢，这个侧弓步啊，这个侧弓步它是向脚的正前方迈出，然后扣脚，形成侧弓步。好，接下来啊，我们从左膨式到膨捋挤按。左膨式，这时候我们面朝右方，腰微微向左，向左转腰，微微的向左转腰啊，微微向左转腰。这时候脚的两脚的角度不要动啊，两脚的角度不要动，重心仍然在啊，重心主要的应该主要在左腿，脚微微的向啊，腰微微向左转，带着右手向前画一弧，右脚踢过来，虚步啊，抱球，右脚向正前方迈出一步，膨出去之后坠肘，然后向右转腰，两肩放松，命门向后撑，形成一个对称劲儿，然后两掌同时翻转，身体向后坐，一边坐一边向左转腰，两小臂随着转腰向左做出捋啊，捋的动作，然后重心仍然在后腿，向左转腰，左掌搭在右腕啊，右腕部，也就是右腕的脉部啊，脉门部，向前做挤，重心前移，向前做挤，挤出去之后脊背部要向后撑，做圆撑啊，形成一种对称啊，对称脊背部，手向前挤，背部向后撑，形成一种啊挤，然后两掌平抹向下按，按下来之后再扶前收腹，画一个弧向上，向前推出啊，不要把手放直，推出到这里已经揽雀尾做完了啊，揽雀尾做完了。好，我们再来做一遍侧弓步啊，左膨式，腰微微向左转，右手向前画弧，抱球，右脚向前迈出一步，先做膨，横向的膨，然后坠肘以后右臂是斜的啊，从横变斜，然后向右转腰，两肩放松，两掌转，重心后移，向左转腰，两臂随转腰向左捋，向右转腰，左掌贴在右腕内侧，向前挤，一边挤一边收尾捋，撑，左掌从右手背上平抹过，成平掌，两掌向下按，再扶前好，注意向下按的时候，做向下按的动作的时候，那么一边向下画弧，两掌一边向里做力的旋转，向前推出。那么实际上在我们做这个揽雀尾的时候，
就体现出来在太极推手当中的四正推手，彭啊，一开始出来的彭是这样子的彭，那么一搭手坠肘马上就变成这样的彭啊，这样的彭之后旋转接手，然后转变成了捋啊，变成了捋，然后这个手转过来，转到右臂右小右臂内侧，转到这里就变成了挤啊，挤。注意现在他的两臂按在我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如果我要向前，我们两个就形成了硬顶，这时候我的棚劲向前的时候，它向下按，向下按，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它顺着我的劲回来了啊。所以从用法上来讲，棚捋挤按它是可以运用到太极推手当中去的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动作连续做一遍啊，蓝雀尾的动作连续做一遍。起，落，两掌微微下按，下蹲，重心移向右脚，以脚跟为轴，右脚尖外摆45度，左脚提过来，虚步向正前方迈出，左脚一边扣一边落，身体旋转成左棚式，腰微微左转，抱球，横，右肘下坠，向右转腰，捋，重心后移，向左转腰，转右，这时候重心仍然在后腿，左掌合在右小臂内侧，向前做挤，收尾捋，收腹撑，平抹，按，向前推出。这时候注意推到这里的时候做下一个动作，单边重心向后移，手继续向前推，整个的身体形成了一个对拉，形成了一个对拉，收尾捋，收腹，收尾捋，对了，然后右脚尖内扣135度，右脚尖内扣135度啊，由正方90度再加45度，内扣135度，内扣135度，两臂平抹向右侧，右手变勾，左脚跟抬起，向左迈出一步，单边。好，那么单边的动作在我们做平摆的时候，丹田要有一个横向的转动，那么右脚尖的内扣135度就要求我们传统套路，要求我们的脚不能随便移动，要一步到位啊，扣脚要扣到一步到位，不能扣一半然后脚跟再动一下，那是不可以的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做棚捋挤按的按完了之后，实际上就接着做了单边的前面的动作，旋转，这时候丹田啊旋转，两臂平抹，单边注意膝盖一定不要超过脚尖，做弓步的时候后脚和前脚成45度，后脚尖和前脚尖成45度。那么我们在做太极拳的摆扣的时候，注意要用胯来摆扣，而用胯步来摆扣，而不是用膝盖
去摆扣，这样的话容易把膝盖扭伤。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学会用胯部来摆扣，向内扣135度的时候胯向里翻，胯向里翻，向外摆的时候胯向外翻啊，两个腿都是同样的。那么在第一个动作和第二个动作的过程接续当中，就体现了我们太极拳的这种连续性。怎么体现它的连续性呢？那我们曾经讲过了，太极拳它没有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机械的连接，而是一种有机的圆弧的过渡。也可以说第一个动作的结束就是第二个动作的开始。那么我们在按完了之后接续到单边的时候，我们大家可以体会啊，挤按，这时候好像是按结束了，但是又是单边开始了，向前那么在这里就体现出来了，前一个动作的结束就是后一个动作的开始。那么在单边的，它的主要的进入方面，一个是丹田的横向的内转，再一个就是在做单边之前的这种对撑劲儿，啊，对撑劲儿。同时在单边的用法上，啊，我们的单边的用法上，在这里我们是为了练套路，它的用法是一个很缓慢的横向的，啊，一种画圆。那么这种画圆呢，实际上也很形象的画出来一个半个阴阳鱼的这种形状，在空中画了一个半个阴阳鱼的形状。那么实际上在单边的用法上，它是一个把手甩出去像甩鞭子一样。那么在单边的用法上，它就应该是这种啊，这种用法啊。实际上在打对方的时候，这种鞭子像鞭子一样的抽出去啊，像鞭子一样的抽出去，把对方的手臂啊，对方的手臂，这个手臂拉回来以后，实际上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打，很快的打出去啊，并不是我像我们练拳一样慢慢的出去。那么实际上它用起来以后，它就是一种很迅速的，像甩鞭子一样，单边啊，单边像过去我们甩鞭子啪一下子把这种鞭子啪打出去啊，用这种力量。